开始吗？好，大家好，很快的来到我们呃 p c d 台湾的算是第二天活动的最后一场工作坊，然后我们邀请到了是呃吴哲宇来担任我们这次工作坊的导师，然后他现在是一位生成式艺术家。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在大家好看到他线上的，哦、大家抱歉，我把我 YouTube 声音关掉。<laughs> 就是他在在呃线上好好的课程里面，又开了界面设计，然后还有哎前端设计，还有呃、Gravity、c r a z y Coding 的一些课程，然后让台湾很多人可以借由线上的方式来进入互动的领域。 然后现在他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有在办一些艺术的展览，然后等下我们可以听他的介绍。然后这次的工作坊的话，他也是用到 P5JS 的技术，然后来模拟一些呃粒子的物理，然后可以让一些没有科技背景或是没有 coding 背景的人，也可以跟着这次的工作坊一起来了解。那我们就先来把时间交给哲宇。好、哦。 哎、hey,，Hello，大家好，我是哲宇，然后我是深圳市艺术家，然后我这一次，呃，因为大家之前很多其就其他的分享，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就是我是以前有创立过网页设计公司，那后来为了逃离逐客的命运，所以我就跑去，啊、呃，原本是交大电机，后来就跑去纽约大学念新媒体艺术，那我主要专攻的都是，呃，在从二零一六一七年到现在，都是开始从一些比较数学还有物理的角度去建构作品。 那经过作品的过程中，就会希望能够从这些理性的或是比较规则性的东西，续做出感性的、有生命的创造物，或是艺术品这样子。那我这边是一些我比较之前比较有拿来展览啊，或是跟人家合作或发行的作品啊，像包括灵魂鱼，然后还有像这个 Particle Lab，这个是 Electrics，兼电子实验室。 那以及非常多系列其实都是啊、呃，跟生命跟就是有点动态感的东西相关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让作品本身有点像那个骨牌机制，你把它排的好好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交互作用或连锁效应的感觉。那还有像百越作百越计划跟美梦噩梦这些。那这次要讲的是 Particle Lab。 就是哦，我身便大家，就因为最近刚好在一零一要办个展，那这一次的很多的这些类型的作品呢，都会在这一次的一零一的沉浸式的展演的个展一起会有。那大家在十一月三号，所以欢迎大家来看。那这一次我要来讲的是数位云雾式，也就是如何使用 P 五点 JS 去模拟粒子的轨迹。就这个东西其实从简单到难都有很多讲法，也就是说一开始学 P 五的时候，你可能会学哎、欸、怎么样放一颗球，然后球怎么样在画面。 里面跳，那到比较后期的时候，我自己喜欢去玩这个东西的方式是，啊、呃，起源来自于有点类似单一的粒子的物理形式。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以前我在二零一六年最早最早溯源，大概是一六年，我从小就还蛮喜欢看那种什么量子物理啊，啊或高能物理的书。所以到后期我就发现说，哎、欸，我好像很想要用这个原理来做一些啊、呃、互动相关的应用。所以这是在一六一七年的时候，我去英国的。 呃，U L 就是伦敦义大它有个短期课程，它是做品牌设计的时候，我就尝试着说，诶，我有没有可能去啊、呃、，source 一些类似这种粒子移动的轨迹，有点像大墙强子对撞机，或是像泛谷那种星空，或者这种在空中画下的光轨的这个形式来去做创作。 那从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在那个课堂的虚拟 project 上面做了一个类似唱片专辑的视觉的设计。然后它是用粒子不断的根据音音讯触发之后显示在画面上，然后你用滑鼠可以去触发或移动它。那它就这样就是喷来喷去，然后本身会在画面里面留下还蛮有机的轨迹这样子。但其实背后又是非常硬的，像是位置啊、速度啊、加速度这种很呃很物理型的计算。 所以我就从那之后就一直很 obsessed 在这种呃很多的例子的轨迹上面。那从一六年到二三年中间，我去了纽约大学留学，然后呃当了 creative coding 城市创作的助教，然后一路到毕业之后，我都有持续的在创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 open processing 上面，这边都是我从大概一一七年之后吧，一路累积到这边到现在的所有的一一些 p 五 js 的作品。 那我觉得 P 五点 JS 的话，它很适合拿来做实验，所以这一次我也会拿来用 P 五点 JS 的东西来 demo 给大家看，说可以玩到什么程度。那在之后呢，我就在例子方面探索了还蛮久的，比如说在非常初期的时候，我有做过一个叫做 Tangle 的，就是纠缠。 那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是我可能在空间里面摆了很多的例子，那这些例子会受到某种立场或是某种空间中的，就是可能它会往某个地方趋向，然后或者它会根据它的位置去给予它一个曲线型的加速度。于是呢，在这样子的渲染之下，你就可以得到非常漂亮的，有点像图腾感的这种轨迹跟例子。那这其实也跟我刚才在讲那种呃，比如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它 Cloud Chamber 这种云雾式。 的概念非常的非常的相像。那云雾是它本身其实也是从就是诶、欸，在空间中为了看见这些粒子的轨迹，所以科学家会撒那些小小的云的水滴，让它在经过的时候，粒子会跑出来。那之所以会转弯，就是因为它在空间里面有电场去影响它，在某个时刻它可能会往上转，因为磁场跟电场会交互作用。那这样就可以看出说这个粒子到底有多重，然后以及呢它的性质是什么。 啊、那根据这样子的原理呢，就可以逐渐的延烧。比如说诶，我可以让，呃，这个是 the resurgence of life，就是就是生命的重现的这个的过程。这样，那我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透过原样当时的心情。比如说当时很纠结，我就创造一场纠结的这个东西。那用这样子的过程中，逐渐的就累积了很多这种诶粒子移动的轨迹，最后形成的作品。 那既然机会难得，我就直接 demo 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它的生长的过程大概是什么形式。那这个是 Autumn Wave，就是原子编织，它其实就是从从周从中央这样子慢慢慢慢的长出去。 然后每颗粒子都会受到它在位置上面的一些影响，让它产生波浪形的轨迹，并且呢，因为它是 sin cos 的那个力量把它限制住，它就会在里面绕圈圈，就会产生出中央这种非常类似传统编织的质感。那我就根据这样子的质感不断的延伸往下做创作了，还蛮多系列型的作品。这样，那往比如说在这个延伸下去的时候，像这个层叠轨迹，那层叠轨迹的话就是。 是在改变粒子的步行，刚可能都是全部放在中间。那接下来就是除了粒子本身会被受到影响之外，我在初始化的时候可能也会给他一些说，哎、欸，他们不能跟彼此重叠啊，或者是他们可能要就先把他们摆成四层，然后呢再给他一个漩涡状的力量，让他有一些会往有一部分往上，有一部分往下，然后彼此做修缮。那这个是它的第二个形态这样子。那再往下的话，你就想说，哎、欸，这个其实开始跟植物蛮像的。 那如果说我让它一边长的时候一边有叶子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第三种形态，就会变成这样，会把它整个红色换成金色，然后让它布状布在一个五角形的轨迹上，然后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椭圆形的叶子，慢慢把它叠出来，这就产生很像那种含羞草跟图腾有点像藤蔓类型的效果。 然后最后就会长成这一个类似大型的花圈这样子。好，那这个系列呢就叫有毒桂冠。那我也是觉得说，在粒子的这个探索上有非常多奇怪的心得跟作品，所以也趁这次跟工作坊来跟大家分享，这样样 那其实除了这种比较植物型的作品之外呢，把它的一些外围的装饰去掉，它看起来就会很像刚说的会移物时的轨迹，或是诶在虚空中好像某种物理法则所凝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是呃时空宝石，那或者三个阶段的粒子变化，它就是从左边是直的。 那开始中间是有一段时间，它会慢慢直接拐点，它就变成拐到另一个方向去。然后到最后，它就是用我刚刚说的，哎，可能在粒子中间，它会有一些 sin 或 cos 的立场，让它产生弯曲的移动的轨迹。那再做的更复杂一点呢，就会像这样，就是你可以去控制它在粒子之、它在空间之中的那种移动轨迹，有些是有序的，有些是无序的，来创造出非常有机的感受。那这到发展到后面，就变得像这种，就是时空编织系啊，就非常乱乱的这样。好。 那这整个系列大概是到这里，所以呃，这边就可以进入第一个阶段的小小的实作，就是哎，要怎么样子让这些粒子长出长出比较有机的轨迹来？那我准备这个 demo 给大家玩那这个 demo 里面包括了比较出阶的部分，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不会太够，所以我就是呃带大家做比较关键的部分。所以这个 Particle Lab 呢，呃，里面包含了。 Particles 的这个阵列，那里面装了很多粒子。那这个粒子呢，我先把它打掉所有的形态哦、喔，就把它直接去掉，呃，把它去掉一切的这种，比如说角度啊，或是速度的变化。那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到，哎、欸，它就是稳稳的粒子从各个地方放出来。那如果说你稍微会看一点点 code 的话呢，这个不会扣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 particle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把它放在宽度跟高度除以二的位置，也就是中央。 那它就会是哦，派的除以二，它就会是从中央散射出来的这样的粒子。那我们一切就是要从这个粒子下去做实验。好，那在这个例子，我们放个两百个好了，比较容易看出它的它的密度这样。那刚刚所说的这些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粒子在前进的时候呢，它会有速度跟加速度有点像这样，也就是说每一刻的位置都会加速度。 所以他就预测说，哎、欸，我下一刻的位置可能要往右上移动一点点，然后每刻的速度都会加一点。比如说它的重量是往下的，那每一刻重量我们就可以去模拟。比如说 this 点 v 啊，this 点 a 点 y 会等于零点零一，它往下的加速度会是零点零一这样。那你就发现，哎、欸，它好像慢慢的往下弯了。然后或是给它零点零五，它就往下弯的更严重。好，那这样子就有点像那个平常的烟火的那个粒子的模式。 那如果说我们给它不同加速度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哦，比如像是如果位置呢加等于 sin 的自己的位置，就有点像比如说我让它的位置自己用 sin 来影响的话，它就会做跑出这种感觉。那也就是说，它现在每一刻它的位置，比如说因为 sin 波的话，它是长得像哦，这个 sin 波它长得像一个波浪形状。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是，粒子在前进的时候，每一刻它的速度都是跟这个坡是相同的，所以就会创造出很多这种坡状的感受。那如果说我们除了 y 位置，就是上下的位置有受到 sin 影响，它的 x 位置也受到 sin 影响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它就意外的，诶，有些粒子它会卷曲起来，那有些会或大或小的去产生这种空间中的坡形的轨迹。你看，还有这种慢慢绕、慢慢绕，被困在这个。 整个区域里面的状态，所以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模拟还蛮物理型的粒子轨迹。那你甚至也可以再结合说，我现在假设我希望 this 点 v 点点 rotate，我希望自己的速度旋转，比如零点一，那它就会就是在前进的同时，它的速度会一直有点像，比如像蜜蜂，它往前走的时候，它会一直往右转，往右转，往右转，而留下这种轨迹来。 所以你可以去玩说，诶如果现在是转它的速度，或是转它的加速度，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这样这样。好，那如果那这个大概就是其实就是大整体的原理了。那比如说，呃，我自己会加一些，诶，如果说每隔像刚刚我们有在那个 Particle Lab 这边三个阶段的部分看到不同的行为模式，那中间的这个模式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 我希望让它产生有点像边角化的效果，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粒子会直接换一个方向，而且它是非常锐利的直角的方向。那这件事情呢，也就可以透过这样，比如说，if frame count，如果我现在的时间 mod 四十等于等于零，那我就让自己的速度旋转九十度，这样。好，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到，哎、欸，过一段时间，它就会突然间。 突然间转，那我们把刚刚的那个奇怪的漩涡关掉，它就会变成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再去移进它的间隔呢？比如说，每隔二十个 frame 它就会转一次，或是每隔十五个 frame 它就会转一次。那或者呢，每隔十五个 frame 它就会转随机的，有可能是拍除一二，或是拍除一二，有可能往正转，或可能往负的转。 好，就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形成了一个有點开始形成一样太阳宗教粒子感的那个轨迹出来了。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调，比如说我想要半径是一，他觉得看起来是更更细致的图样这样。那又或者呢，因为我其实后来有发现说，如果纯用粒子来画，它的弹性会有一点小，所以你也可以尝试说，哎、欸，我把上一刻的轨位置跟这一刻的位置连接起来。 那这件事情要做法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我这边有留啊、呃，有一个是这个是 ellipse，就是上用原画那个粒子位置的版本。那我也可以选择呢，用线来把它连起来。比如说我现在用线，然后给它这个颜色之后呢，就直接啊、呃、用 line 把上一刻的位置跟这一刻的位置连起来，那它的效果就长这样。哦，当然这个有加，这个、有加 line dash，呵呵这个、不小心有加那个虚线。 所以我看一下哦，哦，这边就不用 translate，就直接让它在中央点做这件事就可以了。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诶、欸，它现在变成用线的形式连接起来的，然后它的整体的效果也会更为的细致。好，所以其实在这整个系统里面呢，这是第一件可以玩的，就是我们在粒子中间呢，比如说用粒子之间的位，用粒子本身的位置去给它更为用 s i g n 或 noise 或是 cosine 影响过的。 这些速度所以形成很有机的缠绕的轨迹，很像那种呃古老的台湾，人在编织的时候，他们会出现，或是那种非常高级的手工菇，也不是高级，就是非常手工艺形态的织品，他们会出现的这种呃有机的编织编织感。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我后来在研究说，哎，有没有可能让这个东西再更细致一点？ 就是除了除了粒子本身这种感觉呢，下一步其实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子去把粒子的笔刷感做出来。那做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说，欸、如果呢我想要在空间中画下，比如说我 demo 一下，比如说我想要在 Photoshop 里面，我想要画笔刷的那种点点的感觉，它其实原理呢就有点像我在一个圈圈里面，然后点点点点点,點，然后。 根据点点点点点的位置，然后每一刻去复制这个东西，就会就会冒出笔刷的状态这样。那诶，我 demo 给大家看，大概是怎么回事？就比如说这边是白的，好了，然后我有一个图层，我先我的笔刷可能长这个样子，如果大家有在画画就会知道。那接着呢，我可能就会不断的往右复制，然后这样这样子就会形成类似笔刷的轨迹。 那你把这个东西缩小看的时候呢，你其实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东西好像水彩或是粉彩画。于是运用这种原理呢，啊，就可以做出类似笔刷很有机的质感。那可是笔刷的话，其实它也分很多种哦。如果说你是用 random，也就是我要随机的位置分布在这个里面，那他们通常都会用一个算式，就是我们会有中心点，也就是这个球球的中心。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角度跟半径，那也就是，哎，我现在转的角度是什么？半径是什么？ 那如果你只是 random 乘以 r 是它的角度的话，它看起来就是类似这种分布，哎，这种，哎，这样，这样，它看起来就是类似这种直直接集中在中央的分布。那如果说你是让它成了两遍 random 的话，它就会直接往边缘分布而去；，啊，三遍它就变得更往边缘分布而去，很像泡泡这样子。那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形式来做出不同的质感的笔刷。 那结合了笔刷呢？其实刚的例子形式就可以做出类似传统绘画型，我自己称为“ generative impressionism”，就是生成是印象派的质感。那这个生成是印象派的质感，哎、欸，它可以画画，为什么？好然后，stroke and brush 这边，我就我就拿来实验说，欸、如果说我让它、欸，沿着某某些轨迹去做缠绕，然后再结合笔刷的质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边我就直接开这个城市答案给大家看。 那这个是我自己拿来实验生成，是印象派的一支很大很大的城市，所以这今天我比较主要就是 demo 给大家看它会长什么样。那一开始的话呢，我其实是从这个类似啊、呃、类似这样，就是我有我先用笔刷去画出它的这个背景，然后让它沿着类似用递回切割的轨迹一条一条画下来。那有些图变，有些笔刷图变成蓝色。那接着呢？ 就可以用刚刚粒子的模式，比如说，我每一株草，我都是、欸、就是一个粒子爆炸，就像是一个烟火放在那里。然后他们之所以往上涨，其实就是因为我加速度是往上给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在刚刚这个里面凑出这种往上涨的效果呢，就是让它的 this 点 y 是负的零点一，1, 它就会变成全部都往上涨的这种感觉，类似这样。哦，然后但是你这个可能要把它取消掉，因为现在我们是。 对，它就全部就慢慢的缓缓缓的往上涨，所以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呢，就可以让它说，哎，我往上涨嘛，那有可能会歪来歪去。那到如果说这个例子面临了它的生命的尾端的时候，就它要死掉的时候，它就可以就可以再产生新的例子出来。像这个，它它花已经跑出来了，但花不应该这么早跑出来，所以我我把它切到这里来。好，那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实验型的作品，就是说，哎，我有没有可能透过呃。 粒子的模拟去做出色铅笔的质感，那这样子色铅笔的质感、啊，就是就从这边长出来，然后每个颜色上可能就有微微的用 H S V 它的色相来去做变化的变体，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慢慢长出来之后，有点像呃，我会控制它在生命的某一刻，它可能会长出来，就是它的生命要死掉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在 Particle Lab 里面要怎么做呢？等一下我会一起说明。 那这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点哦，是啊、呃，我可以用这样子的例子模拟出花的绘制的质感，像这样。好，所以它就有点像小型的烟火，然后呢，从这边会 burst 出粒子，然后每一个花瓣其实都是朝周围的某个角度有个特定的加速度，所以它们就会往那边收敛而去，而形成花瓣的形状。来这样長,長,长、长、长。 啊，那这样子就是一个还蛮蛮有趣的的实验的方式。那要在这个里面做出那种类似粒子成长的质感呢，其实就可以透过呃生命的控制来去做实现。因为现在它的东西都还蛮快的啦，所以你我通常会在它前进的某个当下，给它某个加速度的摩擦值，就是它的速度会越来越慢，所以给它乘以零点九九。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观察到。 再把减少一点好了，好，它就会成长的比较少，而且它会开始出现一种哎非常有规则型的轨迹，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我就是超爱这种，就粒子突然长出非常漂亮的轨迹的感觉。那比如说，如果我把这个往上的加速度减少之后呢，它就只会有初始的速度去影响它，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哎，他们就是在绕着这一个位置给它的。 限制来去成长，生长出了这样子的轨迹来。那假设要做出刚刚那种，哎，我在某一个时刻它会死掉，然后再转变成新的粒子的感受呢？就必须要去记录它的，比如说它的如果 r 小于某个程度，它就死掉了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在这里面就要这样做，就是啊、呃，我会给个 alive，原本是活着的。那在外侧的话呢，我会直接让粒子在每一刻模拟这个状态一，一一秒一分。 一秒钟会执行三十次，它就等于直接把自己 filter 掉，然后只留下 p 点的 life，留下活着的例子。这样，那什么时候粒子要死掉了？就当我觉得粒子可能，比如粒子太小啊，或者我给它一个 life 是一百，然后所以我每次会 this 点 life 减等于一，也就我的生命会减一。那如果说呢，我现在 life 小于零，我已经生命已经没有了，我就让 this 点个 life。 现在这个粒子是否存活等于 false，它就不是活着的。那这样子的效果，你就可以看到，哎、欸，过了某个时刻，它就停下来了。那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方便的一个小技巧。那除了停下来之外呢，就可以来执行说，哎、欸，我们可能在它的端点再去爆炸出不同的粒子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粒子产生的这个 code 抠出来，然后放在这里，然后让这个新的生成的这个粒子呢，它是使用自己的这个粒子。 点 copy 复制一份给位置给他，那你就可以最好在死掉的时候，它会再长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这个例子出来。哎、欸，这好美哦，我把它做当成作品。<laughs> 好，然后就是这啊、呃，比如说我们不一定只能产生一颗嘛，所以比如说 for 有一定的几率，如果说啊它、呃、random 小于零点五，我让他说哎、欸，只有五十趴的几率，它会再长出第二层次的例子来。 那就 if 这样子之后 for let i 等于零，我想要一次产生五颗，所以就如果小于五，i 加加，就从一数到五，产生五颗粒子这样。那我让它再小一点好，不然它等一下电脑真的会爆炸。就是只有零点一0帕的几率它会再生成第二阶段这样，所以你会注意到它会突然间变密，然后再再画出第二阶段的东西。 那我自己还蛮常用一个手法去玩这些例子的，就是在颜色的设定上呢，我会去抓这个 colors 的 palette，因为暂时还没有那么快想要配色，可以直接抓这个来用。那我就直接把它贴进来，然后 split 这个用用减号来 split 之后点 map，把它变成井号加 a。那如果比较熟设计的话，应该就会知道说它的颜色色票就前面会加这个井号嘛。那我们在例子。 生成的时候呢，把它电脑电脑当掉了。然后在粒子生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它一个随机的颜色 （random colors） 这样。好，那我们就可以画出像这样子有配色型的粒子的轨迹。那甚至还可以说，哎、欸，我可能在第二个阶段配色的时候，我才会用到这些呃粒子颜色啦。这个你都可以再决定说，哎、欸，我可能是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有些是红色系的，有些是蓝色系的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设计上。 大概就是以这个方式来去做进行，所以它就可以长出来。然后在第二阶段的 burst，那第二阶段你也可以去设定说它的 one first generation 第一阶第一个声带的例子和第二个声带的例子，它们有不同的表现行为，这样就可以做出还蛮有趣的操作。比如说，如果是这样子啊，卷、呃、可能是零，那它卷出来的例子呢，就会是卷等于 this 点卷加一，1, 就是下一个世代这样。 那我每次就去判断哦，刚刚这个绕行的动作，我只有第二个阶段才做，所以 if this 点卷等于等于零，0, 如果我是原声带的例子的话，那他就不会去做这个绕的动作。哎，等一下啊、哦，哎，卷等于等于零，哦，在卷等于零的时候啊，反正先先再执行一次。 所以他还是做了绕行的动作。好，那没没关系。对，反正就是会会出现很多的意外。但是，哎，我们可以设定说，比如说，如果卷等于一的时候，哦，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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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对，如果卷等于一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行为，那你就可以出发现说，哎，它是先出现了往外涨值的，然后再 burst 出第二个阶段的例子出来。 啊，那我们也可以让它初始的速度再更快一点，让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中心的火花，这样。好，这也就是怎么样子用不同的世代来去区分粒子的状态。那你可以把它切成像是纯粒子的绘制的形式，通常这样子画起来会比较漂亮。像这样，好，这样就就非常的像之前我刚说的那种，就是科研的。 粒子实验室的轨迹。好，那这是小小的、简单的 demo。那接下来就会是我可以我跟大家 share 一下，说，诶，如果你是这样子做作品的话，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像左边的这个，就是用 sin 跟 cos 把粒子困在里面，并且用类似水彩的笔刷来去做操作。 那右边的这个呢，就是让它粒子会最后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它就会逐渐的困在小小的轨迹之中，看起来就会是慢慢的收敛的粒子的形状这样。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些之前的作品，像其实在啊、呃，现在用伦敦就是伦敦的伊朗展览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叫做呃妖精之村的作品，那它背后的粒子形式其实也是非常相似的，它第一个阶段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妖精之村的作品呢？它的模式其实，它是用粒子的方式一样放在场景上面补，但是它的粒子的行为模式比较单一，也就是它往左或者说往右，那并且根据左或右，它會有上下上下的这种坡形出现，然后最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就是类似 shader 的扭曲。所以如果说呢，你把 shader 的扭曲关掉的话，看起来会长这样。 它其实是非常圆形的东西，然后往左或往右去做发展。那其实这些粒子、这些圆形的移动，都会是跟刚刚的原理完全相同的就是粒子的整体的移动这样。那再加上靴子的,的扭曲之后呢，它就变成这样。哎，我我我刚发才发现有人在在留言。<laughs> 等我一下我，我看我看一下留言。都是建宗 <laughs> 对，建宗好好热情哦。<laughs> 好。 对那其实像这样子的话，哎，建中，好好，哎，好开心哦！我突然觉得有，我不是自己在讲话。<laughs> 好，那所以这张往右往左，然后呢，这里如果说开启了 shader 的扭曲，它就会是往左右，然后有点上下的这种。哎，对对哦，我刚刚没有把它拿掉，这样是有开的状态，它就看起来有点像一体的，然后在一个不规则的表面上扭曲的流动的感受。 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第一个版本的妖精之村。那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欸，我们可能让他，因为当时我有点啊，cess 变成说，如果生成好的生成式艺术，可能都要长得非常类似传统美材。然后这个 z a c k i b e r m a n 他们之前其实也有讨论过，就他们就会说，哎、欸，那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些电脑艺术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不要一直去抄人家的传统的艺术美材？就这些数位媒介也有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所以呢。 就有出现，我就有实验说，像，哎、欸，如果说我把它的粒子的边界变成用刚刚的原理哦，就是像这样子粒子的原理去踩它的边界，那就可以做成类似这种，哎、欸，一撇一撇一撇的色铅笔的质感。那有些是画弯线，有些是画，呃，画填色的线条这样子。 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当时我已已经在探索类似这种绘画质感的的的自己的巅峰之作，但我很佩服像 Will aine, <laughs> William Penn，William Penn 的话，他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类似晕染的演算法，可以让作品在第二次的渲染，所以他可能啊他、呃、在那个也在 u n i London 展览的时候，他的作品呢，他的做法是用粒子呢，就也是粒子，然后框线之内不断，我看一下，我无法查到这个系列的作品，William Penn。 然后这个系列，他这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是呃，乍看之下就是你会觉得哎，很像水彩的质感，但它的生长的过程真的是异常的、异常的厉害，只能这样子说。就是他他厉害的地方在于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他的影片放出来，但他是先在画面里面布下了很多的类似非常就是直线条的那种东西之后，再用水彩的演算法再去把它溶解掉。 但底层呢，其实它每一块这个东西有这一块一块一块的这个，也是用刚刚的地子分布的 random 去做的。好，那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追踪 William p e n e 的的 IG 跟他的 Twitter 这样。好，所以他会先画这个，然后再把它融掉。那我后来就有去研究说，那我们可能让东西再更再更细致一些了，所以我后来才开启了这个 Color Pencil Study 的系列。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发过，然后已经 N NFT 热潮已经过了，所以呃，就是慢慢的累积适合发的状态。那我做到最后呢，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其实就是刚说的这个 Quantum Well，就是怎么样子让它在画面中生长，并且绕行出来，用色铅笔的原香像粉彩的形式做出的这个状态。对，好，然后呢，这大概就是粒子实验室在结合。 绘画的质感的一些效果。那如果做到比较后面的话，我后面就这刚刚说的《妖精之春的延伸，然后或是像这个是在 u n i t London 展的类似呃地形的方式来去呈现这些粒子的状态。那以及呢，我有尝试过，哎、欸，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真的像粉彩一样？那很像传统绘画，先铺个底，然后把天空画出来，再把草画出来，然后最后可能再长一些，就是。 奇怪的花花草草，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花花其实就是我有两个阶段的例子生长。那我先长了草的本人，然后呢再长了这些花花，然后再铺在旁边这样。然后花可能就是它就跳来跳去的去布这些例子。那这个东西也很好做，比如说呃在这里，如果说它卷等于一的时候，卷等于二好了，它在第二个阶段，我就让它 this 点 p 点啊点点 x 加等于 random。 然后从负四跟四，呃、从负四到四,四之间选一个这样。那如果我 x 跟 y 都加的话呢，就会就会长出刚说的。我可能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它就开始跳跳跳跳跳，然后就变成那种云雾状的散掉的状态。好、哦，哎，这好漂亮，我要把它存起来。<laughs> 好，然后诶就可以大家就可以实验说呢，如果说哎，你让它的 random。 它是两层的 random 会发生什么事？意思是说呢，原本它是常态的分布在负四跟四之内，你再给它一个 random 的话，它就在往内缩，所以大部分都会趋近于零，它就会更接近它原本，它就给一个比较接近零，但是有还是有可能飙到负四或四之间的数字。所以你看它这样子的轨迹就会看起来更凝练。哎，怎么？有观众提问说，就是这样子的例子效果加上。 绘画的渲染话会吃电脑资源吗？哦，非非常的吃电脑资源，嗯、<laughs> 所以其实没没有这么适合用 P u 点 JS 来制作到很大型的粒子绘画的作品这样。那我是建议，就比如说大概一千个、两千个，可能都还行啦。那如果在网上的话，就要借助 WebGL 的力量。那我之前看过还蛮不错的一个，就我到后期哦，像这次准备展览的状态，我其实就是也要透过普通的软体。 虽然也是皮，就是算是 Creative Coding 的一个生态系的大佬的软体啦，像 Touch Designer 这样子。嗯，那在里面呢，就可以有很有效的去模拟出粒子的质感。比如说，呃，在前阵子我也有去模拟这个，这等它开，对，但因为。 呃，它的原理是这样，就我们现在是一个一个建立这个 particle 的 class，但如果说呢，你要让它整个运算起来更快，那你要连它的位置、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加速度，全部都把它融到，呃，把它融到变成 GPU 的计算的一部分。那哎，我给给大家推荐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资源，上次之前在里面，之前在网络上发现的，那也是在玩 Touch Designer 的一个，呃，那个非常厉害的人这样，那他在里面就有提到这个。 Two D vector fields 其实是可以在 Touch Designer 里面做出像刚刚那样子的效果的，只是它的逻辑真的完全会不一样，会类似这样子。那它的逻辑呢，就会是呃，我原本的粒子效果里面，这里它会有一个 post age 这样。那这个 post age 呢，它在每一格里面就用 R G B 三个数值去表达它的位置跟它的速度或加速度。嗯 所以你就想要有一张图是代表它的位置，那有一张图是代表它的速度，就种、是、so velocity 这里是它的速度，然后有一张图呢是代表它最后的整体的状态。那它借由 shader，那你就想象 shader 就是更高效的用 GPU 来算的语言，所以呢就把它整体加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的，它就可以用一个一个 pixel 去算，而且呢它不会像 CPU，因为你如果是 CPU，你有十万个例子。 也就等于有十万个人在排队，但 GPU 里面可能有几千个运算单元，所以你一次可以处处理几千个人的排队的状态，那就可以做出很有粒子效果的东西。这样，那这次的展览里面也有用到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来各展看，就是我跟 t t d 奋斗了很久做的效果。那像刚刚做的这种粒子跟彩绘的状态呢，我们甚至就可以玩到像这样子。这个是啊、呃，我最近用 Touch Designer 来模拟百越的作品，像这样。 所以就可以在它 T T 里面做这种非常及时的彩绘的渲染，而且比起 P 五点 JS 呢，它可能就会再有更多的弹性。比如说啊，我把这边全部东西开起来，它就可以，比如说我直接去 rotate 它的它的 hue，让它看起来是不同的。哎哎哎，等一下，比如说动态的去更新它的它的高亮度啊，然后粗细程度啊，或是动态的去更新它的山脉这样子，这都是只有在 T T 里面能够做到的。 但是它的原理就会是，我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叠起来。比如说，山脉先算出来，然后再把山脉扭曲，然后再把颜色 map 上去，变成类似这样子的模式。然后最后这个颜色 map 完之后呢，再把它合成，经过一个类似彩绘的 filter 算过之后，比如说这个 filter，、哦、我在后们是选这个，然后给它，哎，我怎么还没有给它？ 啊，我把它锁起来了。好，啊，它就是用这个 filter 去算过的。那如果说让它 pass 掉的话，就变成直线的形式。所以刚刚的那个类似粒子的轨迹啊，我会我会用两种方式来做。是原本绘制的时候，其实我也就是用刚刚说的那个点点点点点的，把它方式把它点出来。然后呢，如果再加上一些 filter，就是它的图像的最后的这层 filter，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像彩绘的质感。那相关的原理呢，我也顺便介绍另一个档案。 然后，最后已经不尝试的介绍了，所以就来各展来玩吧 <laughs>。对啊，这个是海洋的档案。那这也是最近在探索粒子实验室转到 Shader 跟 WebGL 的时候可以做到的状态。那这个东西呢是岛屿印象，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作品。那岛屿印象的作品呢，它也是我先开它的原始版本给大家看。 它是我在二零二零的时候创作的类似马赛克感觉的作品，它是长这样。那当时是用 P 五点 j 做的。那你可以想象呢，它在每一个 pixel 在计算的时候，它也是用这种粒子的方式一块一块来创作，然后会做出这种波光粼粼的感觉。然后呢，也因为它是生成的，所以你可以去随机的去找它的不同色调啊，然后不同这种。 波光粼粼的感觉也是用 noise 去在持续之中变化做出来的。那如果说用用 TD 来重现的话呢，就会看起来像这样子，就是它，我的第一阶段目标它还是长这样子啦，就是长变成有点像，有点像像素版本的的这个感觉。那它的原理也差不多，都是诶、欸，我把球球做出来，然后把方块做出来，然后最后呢再透过这个，呃，它原本会。 第一阶段会看起来很像 Flash 动画，有啊，就是它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基础的颜色都会是有的。然后经过一个类似 Pixelate e filter，也就是把它像素化，它最后看起来就会是这样这样。那这个东西好玩就在于说，它可以我只在 P5GS 里面做不到即时渲染了、喔，因为这个东西它的 FPS 大概只有十吧，或五到十左右。那如果要做到即时渲染的话，就要结合这个 TD 的方式再去做重置。 那这个之后呢，就会开始用到我刚说的这种有点像类似彩绘的质感。到底要怎么重现这个质感呢？所以到后期我就发现，哎，我好像开始用到三 D 了。那三 D 的这个质感在里面怎么做？跟大家大概讲解一下，因为不太可能在这个我们还有二十分钟，不太可能把它完整的讲完。所以呢，你就想象说，哎，如果我想要让它有绘画的质感，我其实是有一点像我在那个位置就画一坨类似色铅笔的线条，再把它叠起来。 所以呢，我就先用类似一个球球的方式，这个是一颗球，然后球球的方式把它这长这样，它用的是一个圆形，然后这个圆形呢，把它做几次的 merge 之后呢，叠上一个 noise，就对它的坐标去做一些小小的变动，有乱数的变动，那它最后长出来就变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呃，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轨迹。 那这个轨迹，呢，我想要把它变成每一颗，就是每一次彩绘的时候会放上去的球嘛，所以就是在每一个位置都去渲染这个轨迹之后，它就会长出来，像这样。哎、欸，这样。哎、欸，我怎么不给我看？好，没关系，我放大的给大家看。对，所以每一个轨迹呢，我就随机的去在它的那个 pixel 的位置长出线条来，然后呢，再它给它旋转一个随机的角度，那最后就可以做出这个有点像彩绘版本的。 的的例子的岛屿印象，然后再做出一点点小小的类似 filter 的变换啊，或者是把它的左右边界裁掉，最后就可以形成像这样子。你可以在展场里面非常高 FPS，这个有六十 FPS 哦，六十 FPS 的效果。那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追求的。我们可能让呃这些非常城市绘制的轨迹很有生命感，有故事，有情感。 那因为我自己是理工人，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直都是我生命中的某种缺憾之一。我就很喜欢看那种，就是很很类似民谣型的歌啊，或者是很像这种，就是彩绘感很重，像莫上次去莫马看梵谷的跟莫内的话，我就超感感动的这样。所以我也很想要在城市里面去做出这种生存式印象派的感受。好，那在这之后呢，其实我就可以去介绍说，在这个例子的发展上，我曾经有做过的 project 啦那 这后面就比较偏科普，跟大家介绍一下。再像这样，这个 “cycle cycle noise” 其实就是我的作品里面所有东西的灵魂。透过它不断的嵌套之后，你就可以长出很有机的轨迹来。像这个也是，这个是我研究。呃，我跟很想在跟大家分享玩具，就是这是我研究那个有一个日本的 Gen 二艺术家，叫做。 好像是萨亚 a 嘛，还是反正就是那几个萨亚 a 然后贵马，然后还有他卡我这几个。哦，这个应该是 OK a 吧，有点忘记了。反正他们有一个演算法是能够去重复类似这种，有点像 grid 的质感，像这样子。 那这个 grid 的质感，像这种其实就是用像就用一样的方式做，我们可能把它切割成一个一个方块，然后借由旋转的方式拼成一个大的轨迹，这样。所以当时在测试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想说，哎，那我好像可以再结合粒子这个形式，让它变成一个像四通八达的网路。所以第一个做的这种就长这样，就反正它的原理是呢，你只要在每一个方块之内，那四个节点都有东西，它看起来就会像接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版本，所以我可能先画一些比较向量型的水管这样子。那第二个阶段的版本呢，就会是我可以透过，为我在中间除了画十字之外呢，我去做出一个在中间失控的例子的轨迹，长这样。但它渲染有点久，那在它渲染的时间呢，我就顺便跟它说明它的它的原理是怎么样。就是如果我要从这个端点到这个端点，我要画一个很失控的类似这样子的轨迹的话呢？ 它其实会是两件事情，它会是一个失控的轨迹乘上一个，它会是第一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类似这样。好，那如果说你有一个这样子的数值，从中间会是最大的，到你有一个这样子中间会是乱跑的数值，这两个东东西乘起来之后呢，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很有序的，然后把它画在上面好了，它就会变成我是从左到右，中间虽然很乱。 但是它最后还是会回到中心点的这个这个性质来，所以 A 这个是 B，然后这个是 A 乘以 B。好，那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呢？对，刚刚那个陈建忠有提，用它叫做啊、呃、Torture，不太会念，Tells 这样。那他这里的话就有点长得有点像这个模式，所以在这个中间，我就是透过这个 Torture Tells 的状态去重复每一格一格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对这一个系列的作品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然后再把随机的两个线融接起来，然后中间乘上 noise，但是左右两侧会有刚刚所说的这种，就是从零到一的数值，让它变成有有控制底下的混乱序这样。那到最后就发展到类似这种，用六角形的方式来去做重叠轨迹的状态，那这个就比较简洁一点。好，那。 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用绘图轨迹来做的作品，就这一整个时空绘图系列哦，它成长，像刚刚说的不同阶段的成长，就有用在时空宝石这个作品上。比如说，它第一个阶段可能是在某一个半径之内呢，它它渲染超慢的，所以刚,刚有人问说，展场都会放一台正常电脑吗？我们会放一台非常快速的，就是类似电竞桌电竞桌垫的电脑放在那边算。 当我们时间过之后，连那这种电脑都还是会有点吃力，因为我们最近在做的是一个四 K 乘十 K 的展场这样，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它卡顿的非常严重，我们还是会需要做一些衍生法的优化或是取舍来去让它可以及时的渲染，所以大家都要缩到四分之一的解析度才做得起来。 对，那像这个就是刚,刚说的三个阶段的变化，中间可能是直的，然后中在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它会随机的转三十度或六十度，然后在最外侧的这个阶段呢，就会用刚刚说的哎位置会影响它的速度的散或 n 散去做出这种纠缠的轨迹来。好，那如果说你再把它的的笔刷变得更更扩散一点，更像水，更像粉彩的质感的话，就可以做出像这个，你可以看出哎，它一个一个笔刷就是那个圆圆的东西嘛。 那它不断的这样子重叠、累积、层叠下来之后呢，就会做成这个作品，叫做啊、呃、女神的异语这样子。对，这因为我当初做出来，我就觉得它有一种神圣性，很像那种穿越。我最近很爱看那个异世界穿越的漫画，<laughs> 就很像那种异世界穿越的漫画，然后主角突然降下来，然后自己有非常厉害的圣光那种感觉，然后就所以就做出了这个有点像粉彩系列的作品，这也是。 在这个系列里面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呈现，那因为当时经历过一个非常长低潮，就跟一直跟人家吵架，所以就把很多的情绪发泄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这样好，那跟大家简易介绍一下，因为剩下十分钟，我们留个我快速的介绍之前我做过什么东西，那大家可以问点问题。就比如说像之前有做过这个 Electric 在 r b o x 上面的作品做发行，那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混沌实验，就是用这个。 诶、欸，空间中的粒子物理轨迹的方式来去把它的东西模拟出来。那里面呢，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属性，比如说空间中有不同的量、立场啊，或者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布粒子的方式。那最后渲染出来的就会长这样。它其实是在空间中每一个区块都有被粒子独特的被影响的方式，并且它有自己的颜色，跟它可能会被加速啊，或者在旋转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它在早期的这个状态下。 最后发行的那个状态，其实反而是有点为了修过头而歪掉了，所以它就会混了很多可能是直线的，可能是啊、呃、没有那么弯曲的东西。我自己最喜欢它是在这个状态下，每一个例子都有被妥善的弯曲，而且有一定的宗教感的感觉。这样，类似这样。好，那后来我就拿它来用过，像是呃，它这个是当时的东西，我看一下啊、哦。 然后长出来的时候，你 r b o x 的话，你就是要去动态的动这些 hash，然后来去长出粒子去做布线，然后每一次其实都是可预测的混乱。这个概念还蛮迷人的，就是虽然是混乱，但是它每一个时刻都像拉普拉斯的那个神域那样子，你是可以控制每个东西在每个时刻的任何一个位置跟性质的。对，它还是这样。 好，那这之后呢，我我也有拿它来去做过一些其他的 project 啦，像是刚刚说的这种绘画轨迹呢。其实如果说你在线条的呈现上是一些用粉用粒子的方式去点的话，就可以做出像灵魂海的这个效果，并且在透过时序的方式不断的把过去的轨迹冲刷掉。那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其中一个作品之一，就是它是在这样子。 对，当时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是让它就是线条会刷过去，并且随时的叠上这个粒子的轨的一点这种分彩的质感，那就想要在数位世界中里面形形出这一种浪漫的海边的感受。那再往下的话，这个之前有拿来做过展览，那这次也会有一次重现的，但是我们会让人的位置会影响到这个海的冲刷的效果的作品这样。那 之前像做 Y Castle 的汉堡的时候，其实也都是用粒子的方式来做的，所以我等于说这一辈子都在玩粒子，然后想办法再把它玩出一些不同的样子来。像 Y Castle 那时候体验的时候，我也是说，哎、欸，我们可能用粒子的方式动来动去画汉堡，就是有些番茄是直的，然后有些番茄是绕，有些蔬菜层是绕的这样。然后像刚剪叶子，如果换成芝麻，就会变成像汉堡的面包，对，像这样。然后最后就是也有做出这个粒子系列。 好啊，那这就是大概是粒子实验室的这个 lab 这次想跟大家介绍的大所有的概念。刚刚有一些人问问题哦，就我们就进到问题时间好了，这样我我也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东西。好，我自己想先私信问一个问题，就是好、啊、就是在因为刚刚看起下你有很多的创作组就是每个创作期都有一些主题，可能像岛屿啊，嗯、或是像呃百越这种，然后会好奇说在、嗯 开始 coding 之前，就是、开始安排这些例子之前，你会先有什么打草稿？就你会有心中那个画面，或者什么怎么先呈现的？Oh, 我心中的画面，其实我是一个第一直觉不是画面类型的人，就是我第一直、嗯、我第一直觉其实反而是呃音乐跟声音，然后我可能会再根据这个声音的想象再去，我大部分都是边做边改啦，所以你看到刚刚我在 demo 的时候。 做的哎、欸，我已经找不到那个 demo 的连接了。反正我在 demo 的时候做的那个东西，我一边讲解，其实也就是一边的在，就像画画家在画画的感觉啦。我会根据每个状态再去想象，它可能才会发展成什么样。对，所以大大致上一开始的想象都会是：哎、欸，我有没有可能画出一片海？但對我对那个海，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用可能先用线条的方式模拟出来，然后再再想象说，可能先刚开始我的我的想象是类似这样，对 <laughs>，似这样。 然后再去想象，说我我在城市改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让它的呃线条跟材质感出来啊？有没有可能让它再更动态一点，再更自然一点？这样。了解。嗯，实跟我们就是平常视觉出身的人，或是设计背景，或是艺术背景的人的思考逻辑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一樣对，跟那可能也是因为我我为了特化，嗯、就是为了写城市来做艺术，已经特化出了这个。 边改边讲解的能力，但我最近呃，之所以会回归 Touch Designer，就是会觉得说，诶、欸，一边改就能够一边去想象视觉，其实也还蛮快乐的，就是比较直观一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有对城市写有兴趣，但是不想要写到这么深的，也许可以从 TD 先开始玩。嗯嗯嗯，刚好有一个、嗯、呃问题，是有人问说，TD 的城市语言是什么？ T T 的程式语言是主要是 Python，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写 G O S O，就是刚刚在最后一个阶段去做一点就是 refinishing 的东西的，就是你 T T 的话，它里面会它其实全部几乎都是基于 Sader，这也是它为什么快的原因。那你如果平常接线的话，就直接学着做，然后如果说你要在里面透过 Python 来操作一些行为的话，它都有这个问号，这个问号就是它每个。 Component，它每个元件其实都是 Python 的底层，都是 Python 来写的。所以你假设你想要在某个 Component 里面呼叫说，诶、欸，我要把它关起来，我要直接透过程式的方式来去把它做出某种 mix 啊，把它连接起来，那这种都是可以透过 Python 来控制。比如说刚刚做的这种呃 t r a d e r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很有趣的，像百越的那个作品，我在从事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到时候那个课长也会有一个小工作坊来分享。 分享这个相关的技术，因为我觉得 T D 的讲座在台湾还蛮少，能够找到好玩的资源。要梦、嗯、小动话上次的讲座还不错。那其实就有通过 Python 的方式自动的去重复，比如说我想要让它的山脉重复出来嘛。但重复出来的话，你可能就想象说，哎、欸，那我是不是要叠很多个类似这种这种山脉？但叠很多个这个山脉又很麻烦，你不可能一次把它连接连连连连连连起来。所以呢，我最后的做法就是。 透过 Python 去吃一个这样子的表格，就是从下到上分别有你隔零点一個。那这个表格呢，你就可以说，哎、欸，我要根据这个 Replicator，它会自动复制每个元件。那复制每个元件之后呢，就会去，我会说，哎、欸，我这个山脉复制出来之后要连接到这个 Component 这个把它 mix 起来的 Mountain 里面。所以呢，你就会观察到，假设我按一二，哎，哦哦好但，反正你按这个 Replicator 的话，然后我再把它重新的产生一次。 那它就自动的连接起来，并且呢，在这个 component mountain 里面把它连起来，所以就全部都连接，自动 merge 成一个大型的山脉。那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城市化的。那这个我觉得拍的很方便，这也是我当初去了工作坊学到的很棒的技巧。那最后就是说，假设你想要做更复杂的运算形态哦，像是啊，我算我做的这个，这个也是写 G O S O，但是在 T D 里面可能就很好做到，就是透过每一个像素它的运算跟扭曲。 来去做出这种衰得的效果，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两者其实是还蛮多共同语言的，只是 P 五在稍微亲切一点，然后进阶的可以跑到衰得去这样。现在大家在敲玩开 T D 的课，哎 <laughs>、欸，台湾话，台湾好像真的蛮少人玩 T D 的样子。等你开，<laughs> 好好好的，<laughs> 对，到 T D 是几时渲染，刚、嗯、有人问。嗯 对，都可以及时输出影片，然后会比 P 五输出影片方便非常多。我去年做展览的时候就是其实是给大家看一下去年的那个，这个是去年做展览的时候，然后背后其实它是影片的方式来去做渲染的，就是大家因为那时候只有好像一周可以去做准备吧，所以就是把所有的的影片，就是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影片的方式录制起来，然后让它去做布线，然后除了现场表演这个地方呢，就是用 P 五点 JS 去算。 它的现场画面只有重复到每一个画面，所以大概重复了二十个。但是因为我的东西都很抽象，所以它看起来就会是拼接起来的状态。对，这样這样对。那但这次我们就是想说，哎、欸，那都既然都重置了，所以就想办法用 T T 真实的去算这整个空间里面的立体的体验。那之后有什么制作的就小小故事或技巧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 看,看大家有没有可以在最后一个问题。好、啊、呀，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好热烈、哦，我觉得好开心。有没有很担心会不会直接死一片呢？听不懂来干嘛？不、嗯、不会。那哎、欸，你要不要在最后讲一下你的那个新的展览的时间日期？好啊，好到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结束？好，那新的这个展览的话。 呃，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这边。就我的 cover，我已经先换了，但最位一直铺稳了，大家就有席吧。它主要它的日期是十月四号到十六号，那每一天，那它有两种场次，一个是表演场，一个是呃，一个是一般场。那表演场的话，就会是我跟 Kiba 去做表演，然后我就会有双人跟单人，有有一场，有些因为我这次有请音乐总监是《件事雷啊的前音乐总监、嗯、Kiba 一起来做这次的音乐。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去做出这种沉浸式的效果，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欢迎来购票。然后这次的。 个展它的概念其实就是万物的公式，就是怎么样创造出数位的生命的过程。所以它就有三部曲，就是从无机，然后到有机，然后到生命真的生长出来，非常辽阔的整个世界的这种呃数位数位口用城市做出的数位的世界观，然后试图用一个理性的实实验家去演算出呃无法受控的、无法预期的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呈现。它是主轴的故事是这样。那诶刚。 有人问了，有人问说，即时渲染的，对对对,对，我看一下啊、哦，即时渲染硬体会很用力啦，当然就是会非常的难。然后最后有个 P 五的那个、嗯、偏好上手，T D 算比较容易做哦，对 P 五会比较好上手，所以我教大家做 Creative Core 都是用 P 五，然后 T D 的话是我觉得它就是特化了即时演算这件事情。 但是他对于城市逻辑，他是完全不同的一套，他就没有这么的直观。说我有 A、B、C，我要怎么控制这个 A、B、C 的东西？他就需要以一个比较宏观的、比较 GPU 的角度去思考，说那怎么样去控制？这样，对，大概是这样。那欢迎来来找我玩。那哎，展览你每天都在吗？还是如果有，就是哦，oh, 我的每天四四点跟五点我都会导览。 嗯嗯嗯对，然后有一些表演场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他的时间，那可以来看我们真的，我会把那个电钢琴搬过去，然后直接弹钢琴，嗯、然后再再触发那些生成艺术，这样。期待期待，对，okay, 看。好，今天就谢谢小雨的分享。好，感谢大家。祝大家开心。P C D 的第二天的工作坊就到。 现在也刚好到一个段落，然后最后跟大家呃宣传一下，就是我们的活动除了这两天以外，还有下周呃下周还有两场演讲，对，然后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呃粉丝专业，还有我们之后也会陆续把这几天的工作坊还有演讲的所有讲者的资讯都在统一整理给大家。 然后下一场就是下礼拜的活动的话，就是在九月的十七号有两场的对谈，然后一场是在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是梁荣辉老师，然后跟星星老师，然后在一场是晚上的七点半开始是我们的木纳斯哥和朝伟老师，然后这两场演讲也是呃应该都会蛮精彩的，都、就是、在讲。 呃，就是创意编码跟现代教育的如何实现在教育中，嗯，大概是这样。然后今天真的很谢谢泽宇的分享，好，感谢大家，下次再见。耶，拜拜，大家记得去看泽宇的个展，拜拜，拜拜。